诈骗的手段几千千万，最近也有好个去电信诈骗，以网络小当间投资理财为多，欢迎到我来电信要大家哈，天上就跌等火力个。嘛，安装国家反诈 APP 跟那了，抓紧时间安装福利跟那，到社区去要工作人员帮你安装，不听不信不准点，希望全民反诈，一生无骗。